裸露大秀好身材，周一集体跳水，完美结束一连开48小时的有港独直播。对，我们嘉芬姐说在高铁站有遇过你们。对。有没有遇到？有问个好。对啊，打个招呼。觉得嘉芬姐很漂亮，很气质。真的。对。很多人不只是高雄人，可能是外地来的朋友，会想出来高雄玩3天2夜，那我们就先玩给他们看，给他们有一个知道说有什么点，我们先给他们知道说我们怎么玩的这样。好，现在我们身后呢，这个是岐山的天后宫。直播不止遇到市长夫人李佳芬，三人也从美食到美景宣传高雄不遗余力，因为今年8月将再度攻高雄巨蛋。我们蛮希望的，但是我觉得，就算我们如果也不是的话。也没关系，因为至少我们这次来3天2夜48小时直播，我觉得应该算是最有诚意了吧？对啊，我觉得应该算蛮有诚意了吧。但宣传高雄美好的同时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也抛出震撼声明，间接宣布可能出征2020。身为高雄粉的911乐见其成。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们的歌的话，我们真的很欢迎他可以来看我们演唱会。对啊。会觉得是市长适合唱自己哪两首歌呢？哇嘎里哈哦，哇嘎里哈哦，对啊。九一一不止力挺高雄观光，更举双手支持会做事的人，因为希望高雄好，台湾首先要更好，才能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。记者黄兆宇、关妮，高雄报道。